哭哭，终于明光棍节前脱单，删去御红院。我希望尽快，有一天觉得 OK 就真的 OK 了。没错，这一天就是他金建跑去巴黎度假的这一天。但在周渝民今天下午突然在微博宣布登记结婚，他最甜乖舅太太舅妹，御红院也贴出带着婚戒的合照，谢谢你在我身边。让我为你准备一个家，爱在爱你，爱在爱你。拍在14年前，因为《流星花园》花泽类角色走红，曾和大 S 谈过轰轰烈烈的姐弟恋。他和小6岁的于红渊因为拍《痞子英雄》结缘，2013年被拍到熊抱于红渊，甜蜜看烟火。于红渊和仔仔恋情公开后，淡出演艺圈，专心当他背后的女人，让仔仔很有安全感。他跟仔仔同居，一度传出怀孕，才怪是幸福肥啦。今年中，于红渊再被拍到，已经恢复了 Yoso Naple 的匀称身材了。在我眼中看起来，他没有胖过。前女友的仔仔今年放话，一定会结婚。我应该是属于那种不会办婚礼的人。今年34，真的。不能再拖了，我希望可以快一点。没错，光棍节前夕登记，双方的境界都不知情。你要裸婚吗？什么叫裸婚？就是直接去登记了，然后现在。哦，这个不错。主席仔仔是前阵子在家吃饭，突然跟于红渊求婚，今天刚好有空，而仔仔今天刚好不在国内，两人就跑去登记啦。会先有后婚吗？应该不会。于红渊今天表示他没有怀孕了，婚宴还在规划中。仔仔则表示婚宴看双方家长，时间还不清楚。经过了 online F2 什么时候要结婚呢？不倒。